呀、啊！嘿，大飞！哎，你怎么认识我？我经过多方打听啊，你是大飞是不是？你是干嘛的？你不认识我啊？我叫老牛啊。哦，老牛，我听说过。听说过吧？是专业算媒的啊。好、哦，听说过，听说过就可以了啊。其实呢，原来我不认识你的啊。我经过多方打听，来你们村那个情报站啊，问你们村有几个单身汉。我是专业做媒的，是不是？想为你们这些单身汉找一个老婆，这样子啊？是啊。爸带来了没有？我带来了，带来了。哦，我先帮一一介绍啊。这个就是美女了，这个就是美女啊，叫小燕。哦，就是跟她相亲，这个就是她老妈。他老妈也来啊，他老妈也来啊，这个是他妹，对啊，这个是我小孩，哎，对对对，怎么一个人相亲带那么多人来啊？一般相亲呢都要看看人家的房子，还有这个人好不好，老妈来帮看一下嘛，是吧？看中了他就直接许配给你啦。有长辈在这里，我有点害怕。你害怕什么？有我在这里帮你说点好话。知道没有？那多谢你啊！小叶过来呗。这个就是这个后生仔呀。哎，可以哦。怎么样？这我前座。你看看。哎，你好。人家都不害羞。我叫大飞，今年39了，马上就40了。我叫小叶，37了。37啊？对呀。那也差不多了吧？对呀，刚好啊。不相上下，是吧？啊，说的也是。那怎么他没结婚了，他还没结婚呢？是啊，所以说我们要叫他赶紧嫁。我的小孩都有了，他作为姐的还不嫁，我看到你啊，还挺合适的哦。妈，你觉得呢？是啊，我女儿之前是太老实了，所以说一直没找。还有，又恨嫁他。前几年老是去广东东莞那边上班，又没空回来，是这样。是啊。哦，这样啊。哎，不过我家庭条件的话也是一般般，也不是很好，就是，哎，准备，如果娶得到老婆的话就穷贱，就娶不到的话就这样子算了。哎，我听人家说你存了有十几万老婆本了哦，是吧？哎呀，存了一点，存了十几年了，啊、就是了嘛，是吧？这个彩礼钱的话肯定不会少的哦。啊？我见这个帅哥呢，挺好的哦，合适吧？是啊，你看看，站过来看一下，你女儿跟他挺般配的，是吧？是啊，跟我女儿站在一起，真的是天生一对呀、啊，有夫妻相。那是啊，那人长得又那么老实，我是有点喜欢，喜欢了。我也喜欢你啊！你看看，证明你缘分来了不？你看看，平时的话有人帮你介绍过吗？年轻的时候有，现在很少。你看，今天我带过来，证明你缘分过来了。你，那你就回去搞这个了吧？哎，是吧？要的话，都懂不懂啊？哦，懂了懂了啊。那就回去啊。最起码我们要加个联系方式啊。我这个没问题，加个微信啊。哈哈，对。哦。来，你扫我，加我。哎，小叶啊，对对对啊。通过了啊！既然你们两个那么同意，要不过段时间你们直接领证就算了。哎，你看他老妈都急，比你还要急。哎呀，那也行。主要这个女婿我看中了。是啊，这个姐夫我也认定了。那太好了，等我一下啊。啊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上钩了吧？这种人呢，热死！不能拖，坚持！我谁看不上这种人呢？头发热！喂，不用激动，慢慢来啊！我想到我马上有老婆了，我就太激动了啊！是这样的，这里的话是我的一半积蓄哦。那个老刘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啊！小小心意，那我就笑纳了吧啊！那个。小燕啊，以后
我的钱就是你的钱，这个你拿多点。好好好，我家里还有。哦，全部拿给我也可以的，啊、我全部帮你保管。啊，老妈的，还有小姨子的。哎呀，姐夫，那怎么好意思？哎、拿着。啊，谢谢姐夫啊。不过这样不，我刚才从你们隔壁县那边过来的是吧？那个车费油钱呢，也要给一点的不？车费油钱呢？是啊，还有等一下我们要吃饭啊，你家主不方便。到外面吃饭也要给那个用餐钱啊，在我家吃就得了，我家养有鸡，不用麻烦了，不用那么麻烦。是啊，既然美女看得上了，也不用那么麻烦，知道没有？你就给钱我们自己去吃，那个油钱我们自己加就可以了。那稍等一下，我再去拿。哎呦，爽不爽？爽啊！啊，坚持啊！继续哦，继续演啊，演好一点啊，配合一点啊。还有下一家吗？有，放心，等一下马上下一家。现在那么多光棍都没有。哎，是啊，那这对，那个油钱最起码要加200块啊，是吧？隔壁县过来的，最少啊。啊，给300。啊，那刚好啊。那个吃饭钱给1000。哦，1000块钱，够我们吃了啊！够了。哎呀，你穿错一套衣服啊，我都想带你出去了。你没有衣服啊？那你转个红包过来，等下我帮你买2套。是啊，这么好啊！你看看你这买了，我就拿过来给你。哦，好，那我转给你啊。好，转个520。哎呀，再转个1314。啊，收下。啊，收到了。哎呀，我身高是1.78米，然后啊。体重呢？三围。就衣服穿XL码嘛。哦，大码。知道了。那我们就这样。那你不是要做工吗？那要不你先去做工，等下我们自己回去就得了啊。是啊，要不我小燕你留在我家过一个晚上先吧。哎呦，帅哥，心急吃不了夜豆腐。他答应过，喜欢你，看上你的话。他迟早会过来的，哎，反正联系方式也加了，是吧？是啊，那今晚你帮我买好衣服，我们去约会啊！好，我帮你买2套啊。那你就先忙啊。啊，那我回家洗洗先。快，洗干净一点啊！还有，把家里面的床啊重新铺一下啊。是啊，不像你光棍一个人的时候啊。哎，你们吃芒果吗？摘点芒果。不用，你先回去吧啊，先回去啊。好，把那床垫好一点哦。啊，好。哎呦！领了钱，我把它删了先。等一下，每人抽水200块给我啊！哎呀，姐呀，他哭得好，你快点喂奶他！哎呀，真的是。下一家，准备啊！宝宝，别哭，马上回去喂奶。太热了，等一下先。他是妈的，你看你个妈，一抱他就不哭了。抽水两百，快点，每人给我。这个有奶粉钱了，我喂啊！我的奶粉钱终于有着落了，还好个姐夫还去扛水泥呀！200，哎呀，你都打那么多了。快点把帽子戴上！我装的那么累，万一他出来怎么办？再行，快，走了，坚持演技，走了，上一家。